让我给对象看，现在最火的动漫《电锯人》。哟，你手机有信息的？我知道呀。那你不回一下？我不是在看你最喜欢的动漫吗？那肯定要认真看呀。那万一是个帅哥给你发的信息呢？外面的花花草草怎么能跟我家帅总比？是吗？那我怎么感觉你看的好像有点懵啊？嗯，就是吧，这个日语不太好懂，然后呢，人物有点多，有点记不清楚，但是呢，看得懂还是看得懂的，毕竟我的水平你也是知道的啊。是吗？那当然了。那我考考你行不行？你问呢？这部动漫的女主角是谁呢？